好少。立即发动，累积的方法哦，攻击资源都会增加，战斗结束之后也会增加哦。了解，了解。有人说自然公园园长，园长不是园长，是主人。园长听起来就很弱，什么比管理员还大？哎、欸，我觉得这很厉害的、欸。自然公园感觉就有一点弱，然后我们要讲什么？自然公园很强，好不好？你看看这自然公园多么的可怕，一般人都没办法进来啊。你不懂。哎呦哎呦，来了来了，你看看，身为主人就应该要把这个门给关好，不要让别人来进来我的地盘。Central Park。哇，那种 BGM 是很壮烈的感觉，总算穿过我家公园了吗？高级属性的气息似乎也消失了，真是讨厌的感觉。也许在帝国上下有某些事将要发生了，某些事。总之，先收集情报呗。附近的贵族联盟究竟有多么的不可一世，尽可能在前往城镇之前确认一下。记得这附近有个农庄，就过去问问看吧。其实也不用记得啊，因为眼睛就刚刚就已经看到了。好，知道了，赶快行动吧。你看，眼前就已经可以看到了，记得。哇塞，敌人几率好好啊。有人说，不要小看我，我可是自然公园。这是你，我是自然公园的主人，我是主人，对啊，我应该还要再找个女仆，还有校长，你才是校长嘞、欸，对啊，我是校长啊，搞笑的笑，谢谢，哦，可以钓，附近有可以钓鱼的地方，我们要找一下，一定可以，一定可以，可以，我钓鱼，我钓鱼，桥上。先过去那边，我要钓鱼啦！一定有可以钓鱼的地方吧？有小溪哎、欸，有小桥哎、欸，小桥流水、欸。等一下，看一下地。啊，不能现在先钓鱼吗？可恶！哇，砍他洞！不能砍，砍了他洞掉。我想说。肚子饿了吗？可以，可以吃一下。肚子又饿了，也不是这样面。哎、欸，啊、哦，不会吧？面包，面包，哎、欸、呀，他们已经准备好招待我们了。四个位置，四个人。啊 ，so sweet。Thank you, thank you。哎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哎、欸，吃面包配红酒是吗？哎呀，怎么那么好？你们是好像不是。附近的人，对，我是那个自然公园的主人。哎、欸，到你们家有什么事？啊、那还用说吗？就是你桌上有面包，我可不可以一起吃呢？好像我在哪里看过。我们是旅行商人啊。哎、欸，他真会骗啊！有点开始吃好不好？不是，我们要融入剧情。他还没吃啊？哦，还没有。对，哦、如果方便的话，可以跟你们聊聊吗？你可以帮我念一下吗？旅行商人啊，在这种局势下，你们也真辛苦。哎呀，辛苦哎、欸。如果只要要聊天，当然是没问题。边聊边吃嘛。没有吧？那么请教了最近一个月左右的状况。说的也是，内战开始之后也过了一段时间，这附近没有什么大规模战斗，还算得上和平哦。是啊，现在完全是贵族联盟那群人在管，反而是镇上的气氛现在都还是很紧张。你吃完了吗？原来是这样。这样乖乖，我看你们好像是农家，不会因此影响你们的工作吧？不，我们可是受到非常之大的影响呢。因为压力很大，所以买卖都有问题吧？
铁路网受到大幅的管制，大市集的规模也变小。哦，我们家生产的农作物几乎都是卖去大市集，而且最近好像还配合内战开始征收物资，太过分了！征收物资最惨了。唉，内战什么的，真希望赶快结束。哈哈，的确，彼此都辛苦了呢。嗯，我真的是辛苦了。嗯，这样问有点奇怪。你们有在这附近看到学生吗？学生？没有啊，不晓得。学生怎么了？不知道就算了。总而言之，谢谢你们啊，哼，帮我们大忙啊，哼。居然不知道学生，也不给我吃的，哼。他们就这样子转头跟猫咪讲话，果然应该到镇上去一下。这样的话，到镇上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。好，出发兵，出发。酒馆一直很忙，连一次都没有回来。我们家该洗的碗盘跟衣物堆积成山，可不是因为想要姐姐回来做家事才担心她哦。所以你旁边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没洗过啊！好脏哦！天哪，根本艾伦，联邦军好像已经开始在南部征收物资了，这附近说不定很快就会受到牵连了。嗯，真的，内战赶快结束啊！你知道。时候超过分的，没有，我们在融入剧情。没有啊，他们也没在吃东西啊。他们精神上有，精神上他们肚子饿啦、啊。他们，我帮他们吃。钓鱼。不行哎、欸，还是在前方，前方说明可以。谁？画面卡、啊欸，真的有时候会卡、啊。好了，今天大家 ，Mina 上 ，Everybody， 每个人那个体谅一下，下次我会乖乖重开机。没有想说各种语言都说一下。啊、对，那你的台语。那是怪吗？对。哦，那我们不要多写。哎、欸，不过他旁边很可爱，小狐狸。哎、欸，他放一个耶，为什么？明明是我先。欢迎你的脸，那个蜻蜓好恶心哦。嗯，我打谁好了？打蜻蜓。嗯，哎、欸。他们一直一个神打。李恩，你也太炫了吧！魔法，感觉会飞的就怕风嘛，对不对？哎哎，果然是，这莫名其妙设定啊！毒性飞沫，哎呦，中毒了！托尔，快帮他吸毒啊！哎呦，他要被打脸了，多好不打！啊，你打不到，我来打，是不是？我先解决他呢，还是解决我毒？这很毒吗？说不定没有很毒。哎，又 miss 李恩，太毒了！哎、哦，超毒啊，1000滴血！这，我还是先情报解析一下哈。愿为凶手，有没有解毒剂啊？解毒剂？我没有解毒剂。没有解毒剂？什么？没有解毒剂？我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啦！赶快干掉他！打！啊！助手，轻轻打！哎，轻轻来的好！快需要再次需要再次需要快！我需要你！那个认为松鼠。与可爱的外表相反，刀刃一般的尾巴，
他的回转攻击是很强烈的威胁、啊。Yes， 快点，快点，学长，学长，先回复苏一下。开始治愈。纯净的水之力，洗去一名伙伴的污秽。这不知道可不可以对你使用啊？哈。马给奶奶。这样可以洗净你全身的污秽啊？不好吗？那我好像本来就很干净啊。你说什么？你说我本来啊？你耳朵真的很奇怪、欸。叮，哈哈，换他中毒了，咚咚咚咚咚，天，天啊！回复是回复是再回复是。抬头啊，李恩，阿里阿德。怎么这么厉害啊？我们也切一下，切他，呵，斩斩斩斩斩死他，斩死他！哎呦呦呦，最后一击啊！哦，好险！今のタイミングバッチリだったな。我觉得散热好像比较难，我们的 hard 模式有点难。之前还没有那么难的感觉，认真打，向来都很认真啊。哎呦，好像圣灵药，沿着旁边走，说不定可以钓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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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钓鱼。哎呦，原来是宝箱，我也有钓点。白色的镜片，白色镜片听起来怪怪的。白色镜片，黑暗无效好，不大需要这东西。往前，刚刚还有一个怪，有没有看到这怪就知道他一定很怕风啊，轻轻松松啊。你看我前面这只好像好像底屁了，超智障的。来用个疾风，还要个连续猛攻，马克斯洛，哇，直接把他们干掉了，快速击杀。哦、回复好多好多。噔噔，这样我们的鸟鸟，还有那个尾巴，不对，是那个蜻蜓还要再打，我们没有探查它们。走出来了，惊叹号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徒步行走的话，大概要花上数小时的距离吗？往托利斯塔方向吗？很在意的话，稍微过去一下如何？有时间让你绕远路吗？开尔蒂克就快到了。话是这么说啊，你对军官学校的情况也在意不得了吧？尽可能先把挂心的事情处理好，再做好工作。哇，不好意思，能稍微陪我一下吗？至少确认一下托利斯塔的情况也好。没问题。人啊，你没办法，就快点过去呗。所以我们要玩，要往东街道走。行くぞ。这是什么？瓜牛。出番だな。瓜牛。チャンスだ。好，你可以说会见到伙伴，但是你不能说是谁，不能雷哦。不能雷人，死亡瓜牛，那眼睛看起来真的快死掉的感觉。眼睛看起来快死掉。真的，你看，让我看看。小花是你。死亡瓜牛，披着硬壳的软，陆生软体魔兽夺走猎人猎物的体力，并以水属性的魔法给对方致命一击。看起来就像中毒一样。
喝了什么酒吗？还是什么？